来听下广播讲，咱念咱的车主，哎，就是咱的黄玉成兴业有限公司，我们的林董事长，谢谢林志兴董事长也有来到现场。有听说落车头，有通听到，我人歌王之王，歌也非常之赞。我敢若听好朋友讲，我唔相信。唔相信。嘿，今仔唱一首啊，好无？甲辣妹合唱嘛无要紧，真的哦，好不好？林董 ，OK 不 OK？ 给你贴近他的形象 ，OK。我们这位漂亮的妞，火辣的妞哦，林董。咱即马是咧演十八小丧哟，会歹势啊！会歹势哟！我都介意即个闭嘴，点一下合唱的，甲咱的即个辣妹唱，嘿呀、啊！麦甲我讲，我甲你考你的道哦 ，Impossible！ 要卡新的，也是要中国，也是要老歌。国语的啊，王力宏的哦，我甲你笑咩咩哦。啊，上水的伴啊！上水的伴都无合唱咧。哎，上水的伴都甲你唱完了。哎，我甲你唱就好，好啦，安尼 ，OK 啦，咱拍一个鼓声，老师你帮阮吹一个哦。上水的伴。那安尼，这支互你，这位亲啊，我叫，甘呐叫去别场谈吼。因为若无用到伊本人啊，花间若要猜点只，我猜就好啊啦吼。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，我们今天晚上。来，那你叫做当属定我林董事长。那刚才金曲歌王翁立友，非常经典的歌，上水的伴送给咱的好朋友家庭，幸福美满唱嗨嗨，红桃台店来个大进财。前面有你的这个头号粉丝哦，给你爱心很多的赞哦。
多谢你的赞助，是民间一个宝贝运动非常旺旺吼，来谢谢，来咱。